那么你都看我就说那个正代嘛，你能不能参加活动嘛？你今天不去啊？我那就不去了。你转。哎，我就不辞职吧你。辞职吧，啊，嗯。有这样的呀，十斤。我本来都想抹布在电视上学的嘛。抹布那个要，一抹布要久了。蛋炒饭就是好吃，看着就好吃。对，所以才好吃嘛。宝宝你辛苦嘞。哎，加点酸菜要不？口水要流出来了，好多好吃的，我每次蛋炒饭我还是很有信心的，都吃了光光，对不对？嗯。老弟。不叫。一直都不见你知道吗？光是你他手机没有，因为有耳公配。我没有啊，我给准备。啊，等一下，你豆腐哥原来给我嘞。你怎么带？我带着一点，我带着一点。二十点，给到二十点，二十去吧。二十点。好。嗯。乖。啊，你这边又配不乖，人家乖，好学吧。我留给了你。我说了。现在已经到现场了，戴个红帽子红围巾是不是很喜气？今天是2024年登高健身大会啊，现在有很多的健身项目，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好多人啊，好嫩啊。那边在舞龙呢。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要骑自己车、啊？骑一会，骑着这个骑到江南山顶就好了。这你会玩吗？试试看。哇！啊！你都要睡躺下了。我们穿的队伍啊，都动起来了。张真香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个，把这东西都背，东西这里背。来吃马齿。马齿来了。现打的。哇，好看看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不错。麻软了。
热乎乎的吃真好吃。嗯，它的那个芝麻糖感觉特别香。嗯，这边还有50度的。啊。今天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你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？扇子舞。扇子舞能耍一段吗？哈！哇！哈！哇！哈！2024年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吧，过得更开心吧。过得更开心啊！祝你学业有成啊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好，跟你爸爸妈妈一起来了吗？跟你妈妈一起来了是吧？啊，好可爱。2024年登山大会啊，有万人参加，现场人山人海，非常的热闹和喜庆啊。阿波在此祝大家学业有成，事业步步高升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